这怎么办呀？他妈停网闹住啊！哎呀，我爆炸了！我打红你又没拼过，那有什么好说的？那肯定先把你先帮，本来三打三就不好打呀。我的天哪，这能怪到下路上来？不是，那也是你自己拼成没拼。哇，这能怪到下路上来，真没道理。你天，然后老子下路对线还要痛苦。本来的我感觉真抓不了。还是蛮关键的。OK，直播打完。像应该快有了。哎呀，我真该多带些零食了。
有点东西哦。跑这么快，为什么能跑这么快？哎，反正应该，难道应该点那个？哎，还行哦，这样。打到路交了，快快快快快快交！落没闪还挺。但他不能超远距离开人的，他要有闪的话，估计卡马赛不。大招啊，哎，这基础移速应该挺慢的。这不补伤，有人冲。撒谎感觉伤害够啊！哎呦，他海妖了！浅浅的发育一下吧，我至少要有三项，我才能跟他 battle 一下。打完野区是吗？就中路晃一圈。还好吧，加个技能的事情。加个疾跑，这件事情就算了，好吧。我就加疾跑保命的，就算了，算了。错了，哥。刷一会儿，把萃取刷完怎么样？但是有点风险，我的血量有点低。加起跑了。加个闪吧。哦，没闪现，死了。哎，好像有机会。
用不上这个。再吃一波，他应该也不会吃。需要更多电力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侠在那边暗处出的蹲舞，他必觉得我想他这个萃取，他包在蹲舞，我直接认。也不好说，他可能见我没出来就回，他也可能没蹲我，然后直接回的。这个位置应该能看到洛的，洛应该会来这种位置。你看侠来了，洛也来了。别想着越他就行了，我只能说我很稳。走着，小心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来了，马上就到，卡一下视野，马上就到，想偷东西，逮住他。哎呦，偷东西，小贼，拿命来！想要获得挖飞是有代价的，挖飞的诱惑。啊！我操，伤害这么高！不是，这哥们这戳我两下，我怎么掉了500血？伤害真有这么高啊！算了呗。直接掉疾跑很稳。
哎呦，叫那个狂风之力，他大过去叫狂风之力 Q 一下死杀了。呀！不是咒为什么给我弹开了？我交 E 了吗？我交 E 也是 E 的这个位置啊，这为什么还能给我弹开啊？难道说啊？为什么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被弹开了？我第一个那他第一下推的时候是他第一下推的时候我被弹开了吗？但为什么我感觉他没想明白。哎呦，真没有点没想明白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有点障碍和尚摸不到头脑了。感觉不会死的呀，所以没交闪呀。因为我下一下我在一个 Q 伤害就死了，感觉而且我感觉也不会被击飞，所以没交闪现。哎，失误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难道还给我？哎，难道还要勾引我一下？哎，我的，闪现没交好，或者我该打的果断一点，一过去直接 R 闪 Q 吧？难道收的？这不够果断，我的，这波思想有问题哦，没打好。OK， 收到，马上就到，来了。这根本下不来啊！隔墙输出，古有隔岸观火，今我有我隔墙输出。牛逼！不是，那你把我定墙了，那你还不也得死吗？从来没见过路上的人这么少，是我想家了吗？推一下外台吧。
被抓了吗？有点人有点多，不知道会不会死。大多数已经被抓了。哦呦，377点伤害，这么高。哎，主要中单死掉了，不然，哎，哎呦，他还在带哟。刚有一瞬间，我想直接。好配合，哎，我怎么顿了一下 A 的像那个 A 的像那个顿了一下。狂奔进去就杀了。